本期讲解一个卖手演员直播项目啊，能讲话敢讲话就能做的一个项目，轻松日入几百块啊，只要会说话那就可以赚钱。包括这个项目的原理、项目的操作、项目的收益以及项目的注意事项都有详细的讲解。这个项目每天只要用心做啊，赚几百块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来看看，包括如何连麦啊，就是拉管啊，聊得好的话就是可以赚钱的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卖手演员或者是卖手演员直播项目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